Hello， 各位兄弟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老头 Oldman。今天这款游戏呢，叫做《光明记忆》。这款游戏在 Steam 上面昨天发售的哦。然后看它游戏战斗画面呢，非常的带感哦，以节奏感，动作非常的流畅，打击感的话应该也挺够的吧？它是一款算是 FPS， 近战的游戏还是远程？因为我看它游戏画面有拿枪，也有拿近战武器哦。虽然玩法感觉很妙我不知道该怎么说这个游戏。总而言之，这游戏目前呢算是压倒性好评吧。哦，早在还没有发售之前就先关注过了。那如今发售大概过了一天的时间，能够到压倒性好评，那这款游戏真的一定有它的过人之处哦，好吧？好吧，那我们废话不多说，我们直接开始这款游戏哈。然后这款游戏呢是大陆那边做的哦，那听他们讲说有相当的一个水准在哦，那这个细节呢也要玩过才知道啦。哦，画面这些我都已经调整过了啦，应该可以直接开始。他怎么锁60张啊？垂直同步我不是已经关闭了吗？怎么锁我 60？ 好，算了，不管了，好吧，我们就直接开始游戏。而且你看这个人物仔细看起来有点像是谁，我不知道怎么讲他是高科技的感觉，但是他这个样貌看起来像那个什么古墓奇兵的罗拉，好吧，还蛮像的。好啦，我们直接开始新游戏啊，这边写新记忆，是的，进入新记忆会覆盖掉你之前的存档，是我继续，我根本没有玩啊，当然是覆盖啊。我进来了，记忆读取中，舒雅12岁时在训练中表现优异。常用闪避技能可以毫发无伤损毁。Kiss Tap 45电击的人哦，带太快了，来不及看。得，这两个相连的世界就像两个相连的世界。中文配音。我们必须牺牲一个，牺牲一个才能存活。起点 SRO 实验室，下午5:45。虾米蛙哥被射爆了。舒雅，你有找到什么东西吗？哦，我会隐形啊。一张带有特殊图案的 ID 卡，除此之外没什么特别的了。ID 卡，我正在赶来的路上，有情况随时。威克，哦，开了，开始啊。哦，难道是泰坦降临？还蛮像的。我靠！我得赶快去关闭传送器。大楼似乎不太稳定，怎么可以这么晃？按什么？按一破解程序。是啊，我看到有一支部队正在赶往实验室大楼。哇，薄了！效果做得不错我真的觉得。我觉得蛮 OK 的目前光学迷彩已启动，隐形中，没事吧？哦 ，F 是这一招啊！情况似乎有点尴尬。Oh my god！ 哦，好硬，好硬，冲一下！他怎么会瞬移啊，大哥？这家伙会瞬移？Holy shit！ 你靠，要爆炸了，还会受伤啊 ？Oh my god！ 我现在血在哪里？我的血在哪里？不知道。启动控制。哇！好久不见啊，朱雅。卡特，是你。我劝你最好不要插手这件事情。卡特，你连在我这儿也是像你一样这么的固执。这一切是怎么回事？薄了，有，哇，被吸进去了，哦，来到了异次元空间，穿越剧，光明记忆，耶，哦，这是念飞吗？还是什么工作室的？尝试不同技能组合，创造更酷的联机方式。好的，
刚刚我看到右下左下角好多技能格哦，等下来按看看好了，感觉挺酷的。无数之客，未知区域。好，我被传到了未知区域了。哎呦，哇，死给！真是惊人！哎，这款游戏也不贵耶，目前为止第一个章节，200多块的样子吧，好像。什么？玉石雕像，是收藏品。怎么有一种古墓奇兵科幻记的感觉啊？远处那道光束，和实验室里看到的光束一样。哇！我去看看。怎么越狱啊？天哪！附近看起来像是有人。怎么会有越狱？这可以直接二段跳啊！哦，哦。哦，哇，凶了哦！哦 ，shoot， 按 Q， 使用冲脉，让对方悬空。哦，有，然后再往前，来使用地裂。哎，没用到，哎，要死了，哎，我要死了。啊！刚开始根本不会操作，好不好？直接被秒杀。啊，先脉冲，把它弹起来之后，光刃，然后加右肩，死掉了。这次还蛮轻松的，哎，原来不止一只，脉冲，然后，哇！一，地裂斩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子啊！可是我快死了，还不太会操作，没关系。No， 哎、欸，有没有补血的、啊？我、哦、差一点死掉。哈哈 ，Shift 加 D， 完美闪避。哇，这就是谁啊？哦，可以。喝下一。给我起来哦！招式目前只有这几种啊。说真的，要玩到一个非常流畅，需要一点时间。起来，哎，直接把它解决掉了。怎么直接有点瞬间被强制移位的感觉？吃吃吃！我下一，打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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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哇，我根本不知道怎么往上飞啊，手感不佳，我完全手感不佳。Oh my gosh！ 起来，呜呜呜！我下一。嗨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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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下雨，哎呦！再飞一次哈，从头到尾飞到尾就好了、啊。是我这一招，莫名其妙还可以 SSS， 哎，我怎么办到的？我都不知道。哇！他看起来像是在飞往那道光束所在的地方。哇，他一只飞龙飞过去的、欸。我们走哪里？走这里。打的有点让我很混乱啦、啊，说实在的，挺混乱的，就是了。哦呦，我靠！然后怎么跳？他说什么东西？牵引绳？该不会是那个东西吧？牵引绳，哦，好哦，古墓骑兵，是一个洞口，未解锁，这还有升级啊、哦！
难怪我之前看影片，他们打得那么流畅，我打跟智障一样。什么机体解放？无冷却出招，按键被动技能提高自身奔跑的速度。时间静止，我们现在做72匹不够，潜能完全不够，我们现在只能解机体解放，是不是？对，60，有绝对防御，过载，好啦，先解这个好了，这是被动技能啊。哦呦，要虚我，搞我啊！哈哈哈！我下面怎么会有尖刺啊？靠背，按住，奔跑时按住可以跳得更远。好，我会了。处都是战士的残骸，他们到底经历了什么？我不知道经历什么，总之给我来一点。来了，来了，来一点。哇塞！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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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给我更多经验值啊！我、哦、那个 Q 是瞬间移动，是不是？死给！想干什么东西？给我飞起来啊！哎呀呀呀呀！啊，解决了，马上解决。没想到他们复活了。没想到他们复活了。重生的生物。靠背怎么打、啊？哎呀呀呀呀呀呀！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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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哈哈。啊，这个喷火龙头是怎么回事？给我起来！哎，爆了，结束。怎么？解谜。终于解决了这些难缠的家伙，可是我该怎么离开这个地方？墙上的壁画看起来和地面上的石板图形一样。壁画、石板图形。蝙蝠三跟这个什么北斗七星。最主要是外圈跟内圈要对得到，中间那个可以慢慢调，没关系。有了有了，大成功，成功了，成功了，我会解锁新技能。有什么新技能？78是能解什么啦？等我多一点好不好？然后呢，往哪边走？这里。这里看起来很暗。切换手电筒。谁啊？蛇？五爪？爪会咬人。根本是手电筒，有跟没有一样，好不好？靠北，你要吓死谁啊？灯。关灯。卡特的人，看起来他们也发现了那道光束，我得加快脚步了。好，把它冲破，行。他们瞬间不见嘞。然后什么？瞄准石灯，使用牵引。哪里？哪里？这个？哦，会了，这么的酷啊！哇！怎么一跳下来入侵者？哇，他们什么都没看见。哪里啊？靠呗！瞬间发光是怎样？看什么东西？
哎呦哎呦哎呦！结束。哇、哦！豺狼勇士，是不是？我靠我靠，还光波，光波哥，躲起来！哎呀，哎呀！不止一只啊！天哪！靠靠靠靠靠靠靠！What the fuck？ 靠腰受痛，你先给我起来再说，少跟我啰里七八说。快下雨，直接踩头头。Oh my god， 会死啊！这个敌人数量是不是有点扯？我真的会死，没得给你开，没得给你开玩笑，我真的会死。瞬移，瞬移，迅速的瞬移。看，他不能往前瞬，他只能往右侧，右侧跟那个右侧跟前方，右侧前方不能瞬啊。结束了哦，差点死啊！要死我！120几啊！140啊！得快点找到出去的路才行。好，出去的路在这里找到了。哎，技能，技能，技能。我们现在140，在空中可以获得暂时的浮空，不错啊！是什么？拾取更多的经验值加成，我觉得应该先捡这个。会 越拿越多这样子，干林老师哎、欸，这边怎么会有狗啊？妈的，你想吓死谁啊？错爷，好，直接就这样挂了。好的，然后呢？走哪里？这种啊？拉，好哦。蝙蝠是哪招？蝙蝠是哪招？请说。靠飞，给我飞哦！哦，帅！我怎么死了？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这个游戏敌人一直来啊，这个也没有难度可以选，真的很靠呗。哎，不会讲。实验室里的传送器应该还开着。重点是你他妈的在顺三小，他妈的在顺三小。这也太硬了，这是给新手玩的吗？我问你。妈的，远远射。还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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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几说？然后很好笑是这些东西我吃不到啊，大哥。你居然要饮嘛？就掉地上吧！你这样我怎么吃？我知道了，真受够了。
船火，哇靠，连这个元素也加进来了，我的天啊，我能说什么呢？啊，哦，什么寿司的我就不好说了，哎，虾米寿司哎啦，哎，阿婆寿司啦，好不好？哎，那边有一个密道，好的。这俩靠北啊，开，有了吧？有，检查发光体，获得新的技能。反应越来越剧烈了。呀，成为我身体的一部分吧！哇，迷失森林，为什么这画面有点像寿司？你是寿司对不对？星火，星火之王，我的天哪、啊！哇，来了！哦，直接打、哦、领主哎、欸，领主哎、欸，领主哎、欸，哇！领主哎、欸，他根本就冲不起来啊！这家伙冲不起来，不朽，要求要求，没办法，魔法刀，哎呀塞呀！居然招小喽啰出来了，太过分了！不可以这样子，不可以这样子，我要死啦、啊！可以。喂，我去哪里了？为什么瞬间移动飞那么远啊？快吧，快吧，快吧！Oh my gosh！ 先把小啰啰解决掉。天哪！靠北，我手机响了，闹钟啊！哇！哎呦呀！哎呦！真的，他速度实在是太快了。越来越愤怒了，这家伙，星火之王，跑去哪里了？好帅！好帅！哦，他累了、哦，他累了、哦，把你干掉 ！Nice！ 哎，还没死啊、哦？这也太硬了吧！哎，有了，解决了 ！Oh my god！ 哦，这小米吸收核心。哇！吸收离开森林，哎、欸，我还没吃这个哎、欸，我还没捡经验值，靠腰。冥蛇，他为什么讲冥蛇？冥蛇是谁？